你早，3月17号的早上8点37分。各位，我判断的事情还真的正确。昨天我们台湾539就是中这一支37，8点37分中37。今天继续中奖。昨天呢 ,A 组牌啊中啊啊一样啊6000块本钱的话就是中14000。600块本钱的话就是中1400。B 组牌呢，我们是有凹下去300块，凹0.1就是600块，我们是输600。啊，各位，我们你要凹也可以，你不凹也可以，自己选择，因为你没有输钱呐，你赚了很多的钱呐，这个月赚很多钱，下个月还有2个礼拜，你会赚更多的钱呐，啊。相信我啊，你人与人之间就是要有诚信，要互相信任。你不相信我，那你走左边，我走右边，你走牛路关我家屁事啊。相信我的会员啊，就是全车啊 A 组牌，你就每个月在那边领钱，吃好一点的啊。这个明天礼拜天，今天再中一次，大家吃香的喝辣的。来来饭店喜来登，像记者昨天到来来饭店啊，去参加记者会，吃好的自助餐下午茶啊。恭喜各位啊！